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不是闷，让大家久等了。今天呢，我们终于要来做这个 HP Sprocket 惠普小影照片打印机的测评。那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是玩文具、玩手账的，所以虽然这是一款电子产品，但是我对它的测评会还是以一个玩文具的、玩手账的人这样一个角度去测评它。我相信看我视频的你们也是冲着这个来的，对吗？在今天的这个视频里面呢，我就会首先简单的跟大家介绍这款机器它怎么操作，学一些基本的信息，然后后面呢，我会给大家展示是我在手账上日常是怎么使用它的照片的。我得知惠普 Sprocket 是从 YouTube 上大家都很喜欢的手账达人，比如说 Amy Tangerine、Bo Berry， 他们都有测评过这款机器。一句话简单的描述我对它的印象，就是它是我使用的最多的一款照片打印机。如果一个东西被证明是在我的所有的文具当中属于使用率比较高的，那我认为它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很值得的产品。因为买了之后用啊，有什么比这个更能体现它的价值的？那首先呢，我们从外观上来讲吧，它好像有出三种颜色，我买的这个是白色配玫瑰金这样一个颜色。你看它的外表就是很简洁这个样子啦，一个 logo， 一个型号 Sprocket， 然后背后就是一个网址，这样非常的小巧，这是我喜欢它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。你看我把手机拿来，它跟我的手机做比较，我觉得反正很轻便很小巧，所以即使是总是在路上出去旅行干嘛的人的话，用它也会很方便，这是我喜欢它的第一件事情。买来的时候它是装在这样一个盒子里面的，我们看看里面有啥，有一个充电的线，打开之后它里面其实很简单，它并没有配那种很厚很烦人的说明书。第一步，把这个机器插上线充电，第二步去下载它的 Sprocket 这个 app， 安卓和 iPhone 的都有，就是现在屏幕上的这个 Sprocket， 后面我再具体跟大家演示它的操作。那你按照它的说明做完这两步之后就可以开始使用了。盒子里面是带有10张相纸的，惠普小印它配的相纸都是一个规格的，都是3寸的，也就是这么大的照片，都是10张10张往里装这样子。所以不管你买的那个相纸是20张一盒的，50张一盒的，怎么样的，你里面实际上都是10张一包，10张一包这样子。我这一盒是20装的，这每一张相纸都是带背胶的，拿出来之后它就是这样一包一包的样子，很简单。这里是插 USB 的口，这里有2个指示灯，这是它的开关的地方。那要打开它装相纸呢，就是把这个盖子往前一推，它会响一声，然后你就可以把它拿下来了，里面就是这个样子的。我们来把相纸装进去。我觉得如果你要去买这个机器的话，一定囤多一点相纸，比如说要什么双十一什么这种时候，反正我用这个东西有瘾，打着很方便，就用着用着就发现没相纸。那你会发现拿出来之后是10张相纸加一张蓝色的底板，那它有告诉你说让你把这个蓝色的放在下面，所以你要这样放进去而不是这样子， OK 吗？把蓝色放在下面，然后就盖上盖子，往回一推，好啦，相纸就装好了。它呢是充电形式的，所以你在打印的过程当中是不需要插电的，它连接你的手机是通过蓝牙连接。好，那我现在就来打印一张照片给大家看一看。那首先我要开机，按这个开关的地方长按几秒钟，两三秒钟，这个白灯就亮了，它就开机了。我在我的蓝牙里面看到惠普 HP 这个打印机，这个已经显示出来了。好，然后呢我就去 Sprocket 这个 app 里面，因为我已经建立过我的存档啊什么的，你看这里这个下面这个地方它可以去看你的相册，它有连接我的 Google 的账号，我的 Facebook， 还可以连我的 Instagram， 你就可以直接打印那里面的照片。我不知道你们在国内买的版本这里是会不会有微博什么的，我不确定。我的是这样子的，但是我每次主要还是就是用这个相册来看了。我想打印一张我的狗的照片，因为一会儿呢我的狗要强势出镜，这个照片是没有 P 过的，按中间这个打印机就是打印。好，我点了这一个。哦，这是它最近升级呢，新加了一个功能。好，它现在就开准备要打印了。那因为我刚装进了新的一打纸嘛，所以它首先要把那个蓝色的纸吐出来，才开始打印我的照片。只有每次装纸之后的第一次有这个步骤，后面都不会再有。其实这张蓝色的卡纸呢是一个校准纸，
然后它这个地方就像一个蟾蜍一样，要吞进吐出好几轮，是为了让打印的质量更好，就是校准颜色的。好，这张蓝色的卡凸出来之后，它就要开始打我的这张照片了。Hello, Cody. 好啦 ，Cody 被打出来了。那这个呢，就是我刚才打印出来的这张照片。我给大家和原图做对比看一下，像红色的这个部分，它就会暗一点。但是你如果单看你打印出来的照片，我觉得质量是可以的，尤其。我其实因为有很多同学问我这个打印机的效果怎么样，它这么小一个机器还不需要插电，就是用蓝牙连接，然后用的是 Zinc 的这个照片纸，所以它打出来的效果肯定是不能跟外面专业的照片打印去比较的，那不然人家的机器为什么要做那么大呢？就以它的这个尺寸这个各方面来说，我非常能接受它打印出来的这个效果，这个是没有批过的。如果你是对打印的色彩饱和度什么的要求，希望它更还原的话，你是可以去在你的手机修图 APP 里面把它批一下，或者呢 Sprocket 这个上面不是有个 Edit， 你是可以在它的这个 APP 里面去修你的图的。你看它下面这里就可以有什么亮度、对比度、色彩饱和度，还可以调节加一些滤镜在这个下面，然后这边加边框，这个是加贴纸、写字、打字，你都是可以的。你也可以用你自己喜欢的 APP， 反正我就是给大家做一个测试，这个是没有 P 过的照片，打出来是这样一个效果，我个人很能接受，因为我也就是把它贴在手账里面这样子。我先把这张照片留起来，我一会儿要把它贴在我的手账上，给大家看一看贴在手账上它的尺寸啊，各方面是怎样一个感觉。今天我要做的手账是我这个本子的最后一页，我要在上面做的主题就是我的狗姿，所以一会儿我要转移战场到室外去录接下来的视频的部分。那在出去之前，我最后总结跟大家讲一下我喜欢惠普小印的原因。第一，它很小很轻便，第二，它不用插电，玩文具的人桌子都是非常乱的，再大的桌子都会让你觉得没有地方摆大的东西了，所以我非常喜欢它这个小小的尺寸，不需要插电，这两件事情都让我觉得少了很多麻烦。第三是它从蓝牙就可以连接手机，也不需要网什么的。第四是它的照片打印出来的尺寸让我觉得非常适合做手账，打印机打出来的图很大，那你还需要去做拼图，你就需要攒几张照片再去用它，这件事情就足以让我拖延然后不去打照片这件事情了。用这个之后，我就是正好我有做手账的热情的时候，我就能及时的把它打出来，就记录下我想记录的事情，就不会再去拖延它，拖到我忘记它。最后一点我喜欢它是因为它的照片是带背胶的，就是它是一个不干胶的感觉，这个地方你可以撕下来然后直接贴在手账上，所以你的照片也不会非常厚，让你的本子爆本，而且你也不需要再去涂别的胶什么的。我觉得以上我讲的这些优点都不是必须有的，可是当这些东西集于一身的时候，还是那句话，就是它让我没有理由去拖延，我想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做了。如果要挑它美中不足的地方的话，照片的品质肯定是还有提升的空间，再就是有的同学跟我反映说他觉得充电有点慢，但是我目前使用下来，因为我没有着急着要去充电过它，就是我有时候就会我做别的事情的时候我就把它插着充电，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还好，但是有同学这样反映，所以我也讲给大家听。关于机器本身我要讲的就是这么多，我觉得基本上方方面面都有概括到了。今天这个视频是有特约嘉宾的，前面我已经预告了，就是我家的狗 Cody， 一次看一个到位，顺便呢我就把我手账的最后一页做完。狗子要出镜，他肯定心里还是有点紧张的，所以麻烦大家在弹幕里面在评论里面给我家的狗疯狂打 call， 咱们换个视角见。